只小手牵紧紧的画面也太闪了吧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陆综热血街舞团今日播出正片卫视出内容，其中一环节是幕后工作人员真心话。有一名才艺组音乐导演小胖，他一上台就说跟王嘉尔之间有误会，吓得他立马从椅子上站起来啦。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打算跟嘉尔当众解释一下我们之间的误会。这个误会呢，来源于我跟嘉尔的第一次见面。为什么我不知道？对于我来说啊，这个回忆真的是刻骨铭心啊！我记得了，我跟嘉尔第一次见面，嘉尔非常可爱，他冲着我喊了一声“姐”。我是男的，我真的是男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原来是王嘉尔第一次见到人家就把他误认成女生，真的是糗糗的。解开误会后，小胖还在台上告白，我们王嘉尔真的是太害羞了啦。在有嘻哈嘉宾助演赛的那一场，我说真的，看完那一场演出，我当时一个月脑里面全都是芭比龙的旋律。在舞台上你就是自带光芒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眼睛没有办法脱离你。今天我们胖虎大哥特别恩准给我准备了一段垮的才艺哦，只要嘉尔你 OK 就好。DJ drop the beat。 他要唱你的歌，大声点，大声点。哎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Fabio、Find it, I shine like a diamond。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feeling like a Fabio。 Find it, I shine like a diamond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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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Thank you， 太喜欢你了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牵手成功的感觉，这画面怎么瞬间变配对节目啦？但牵着小胖的王嘉尔实在是太亲切了。